谁还喝呀？高了高了，喝高了。哎呀，来来来来，谁怕谁？耶啊！喝干喝喝！哎呦，终于轮到我了。我渴，这么半天我真渴。你吹吧，你就臭不要脸。来来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哥，歇吧，歇吧，歇吧，歇会儿，歇太猛了，不行啊！哥俩，我是一心想当官啊，混来混去呢，我混成了一个八卦大王。不错，老道，你混的不错。哎，你看我毕业的时候啊，我就没想别的，一门心思就想当记者。啊，现在也不错，天随人愿，我当了记者了。啊。来火车票优先，嘿，将来有什么事我也能帮上忙。瞧你这点出息，但是没想到还是一个者名记者，俗称名记。名记，臭的，来，名记，来，破，来，一二炸，喝。从我里边飞出一个金凤凰，抢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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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声音小点，你们俩干嘛呢？先把居委会的抓过来。嘿，嘿，闭嘴！我们哥俩高兴，舒展一下情怀，不行啊！你又不跟我喝，废话呀！啊，我想不喝酒，你还那么多废话！来来来，不是，过来，快点。啊、我喝不行、啊，不能喝，哪儿我晚上得送你们回去，我不能喝，我就不回去了。我去找王处长了，他没把话说白。听他的意思，好像义务中心暂时由晚报来承办。这并不奇怪。北星啊，你去问问医生，什么时候打点滴啊？哦，好。你社里工作这么忙，就别花时间来看我这老头子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，小明啊，医务中心这个事儿啊，我跟上面说了，推举你们时报上这个项目，这个批示嘛，很快就下来了。这不好吧？哎呦，我这身体啊，转不动了。最近呢，老是想不起来什么事儿啊，人的。哎呀，真的老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小明啊，我求你一件事儿，讲。这个等报社合并以后，我手下这些老同事啊，毕竟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对晚报有感情真不容易。你啊，求你啊，妥善安排一下啊。这个您放心。哎，这下也算是有个交代了啊。钱老，哎，您就放心吧。哎，爸，啊，护士说是现在打点滴啊，还是一会儿打呀？小明，现在，哎，钱老，以后我再来看你。哎，好好，您好好养着啊。钱老，啊，哎，那个事儿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好，哎，北京啊，哎，替我送一送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哎，好好照顾你吧，慢走啊。好。爸，刚才医务中心拱手让给林肖明了。是啊。为什么呀？他想要我
就送给他了。老钱把叶永忠先交出来。岁月不饶人，恐怕没这么容易吧。他也非常清楚，义务中心的分属对报社的合并是非常重要的砝码。他丢了这张牌，就等于宣布出局。我想，他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弃。留着他也没用，浪费资源。社长，这是居红酒集团的资料。这么快、啊？这次居红酒集团承接了业务中心，包括基建设备。还要麻烦你一下，了解一下居红酒这个人的个性、爱好。这个怎么了解？你想办法吧。啊，哦，社长，嗯，欧阳彤啊跟我说了很多次了，他还想回新闻部。你告诉他，这不是把他打入冷宫，现在不需要他冲锋陷阵，要养着他。你给他做做工作吧，啊？好吧。哎，廖姐，怎么样？林老板那边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他能有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为了照顾你，怕你太累太辛苦了。廖姐，廖姐，廖姐，您跟他说呀。是。你的心情我理解，这样吧，他现在啊手上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，等他闲下来呢，我再跟他说一次，别把你的才华给埋没了。就是就是，您得快点跟他说，要不然我真成吃货了。好吧，你再熬几天，这事儿啊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了啊。那我就拜托你了，廖姐。好好，谢谢啊。是吗？接着往下说。哎，你快说呀，不说我生气了啊。嗯，那这然后呢？啊，真的？当然生气了，搁谁谁不生气啊？女孩都有自尊心，我当然也得生气啊。我可不敢，我对你这样的男人啊可得敬而远之。哎，你别逗了啊，我可有男朋友的。不过你可以给你介绍一个，保证你满意，还不行？放心吧。哎，不行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今天晚上跟人家约好了，我得上网。对，好吧，行，那我们改天再聊好吗？拜拜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。那你怎么不进来啊？打电话呢。嗯。谁啊？一朋友。男的。男的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聊得还挺开心的。什么你就别逗了。你今天说话不阴不阳的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这么晚了，你跟一个男的海聊，
你也不怕他万一……那万一要是爱上我了呢？对吧？我说你这脑子里面一天到晚想什么呢？算了，我困了，没什么心情跟你吵，你回家吧。晚安。你把钥匙给我。老板，你看你还是挺上相的。我怎么成了头条了啊？今天是你大喜日子，恭贺呀！徐先生真是消息灵通啊！李社长任命为义务中心主任，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。以后在城建项目上。还有谁去多多关照啊？谈不上什么关照，咱们一起合作。徐先生，我还想跟您讲，关于合作的问题，将来在印刷设备上，我恐怕要请你多多关照。好，强强联手，合作一块。哎，醒醒！你怎么睡这儿了？那你起来。来，起来。我把我家门钥匙插在你那腰钥匙上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把我叫起来呀？我昨天晚上回家才发现，等我赶回来的时候都已经十二点了，我怕你睡着了嘛。那你先睡会儿吧，我上班去了。我不睡了，林老板把我调回新闻部，我今天得回报社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我昨天晚上是想告诉你的。别！就是你们这些王八蛋害死我丈夫了！瞒着什么心啊？到处栽赃陷害，人家要货，我跟你说，让你们这么下死手，我马上打人！要货，你赶紧跟他说。你还有完没有？这是工作单位。想谈就别闹。林社长，你认识我们家老盛吧？我们老盛死了，你看怎么办吧。哎，小张，给客人上杯茶。你要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我还真不走了。都是你们这帮混蛋替着整我们家老盛。这跟我们报社有什么关系啊？想还老盛清白，
这势力还没有下文。他是自杀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丈夫死了，你们没责任谁有责任？喏，那个男的，就是他去查我的。他们不是你的人吗？你想把自己问题推干净，没门。我可以开除他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你这不是欺负我吗？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，你们还是不是人啊？怎么一点人味都没有啊？老盛啊，你死得冤枉啊！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哦，那你陪下盛夫人。好。对不起，我去接个电话。接着说。你是谁呀？我跟你说不着。哎，盛主任的老婆好像在你们报社吧？哦，鞠先生，有什么赐教啊？这个女人很麻烦的，老公死掉了，尸骨未寒就跑出来闹事情，她简直都疯了。你的意思我还是听不大懂啊。林社长这么聪明的人，不会不清楚的。有时间大家出来打打球，切磋切磋。好。接着说。我们老盛啊，经常提起你呀。他活着的时候可没少帮你们报社的忙啊。是是是，盛主任生前为市里办了很多事，当然包括我们报社。现在人是死了，可我不能让我们家老盛就这么不清不白的死了。要不是你们报社那个混蛋记者，也不会把他逼死。盛主任，怎么说在生前跟我算个朋友，现在这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了。这样吧，作为你们家属，如果有什么困难，我们绝对帮忙。你这么说还算个人话？我明白。我明白有什么用？报纸我也看了，你现在跟姓居的做起生意来了。你们之间的事情我知道的不多，可也不少，够用。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说？我们老盛死了不能白死，你得给我个说法。是要钱啊？我考虑考虑，好吧。行啊，考虑的时间可别太长了，我一个妇道人家没那个耐心。完全一样啊！我们来介绍一下，国际米兰啊，是有许多位置上的明显变化。哎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阿亚诺的这个统计数据啊。不，这是不过我看，你看，在直播，是你，欧阳彤找你谈谈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冯万新被关了6年，知道为什么吗？
嗨，你刚才说的这些跟我们林社长说过吗？你们那个林社长，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哎，白女士，你能不能行了，别问那么多了，我会跟你联系的。哎，老板，我正找您呢。啊，又有新的情况。白玉琴，他跟我说，在冯冠新的案子里面，盛国能跟居士集团的董事长居红酒还有不可告人的交易。这件事后边肯定有更大的隐情，更大的黑幕。欧阳，哎，盛国能已经死了，咱也不管他是好官还是贪官，他和居士集团有什么关系，有什么瓜葛，有什么内幕，跟咱们报社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。啊？现在盛国能的死正在侦查之中，还没有结果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想给报社惹更大的麻烦。盛世林，什么意思？这事儿再查，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。我说过了，不想惹麻烦，请你稍安勿躁。那对他的说的话就充耳不闻了。对，不查。老板，我真的就不明白，白玉琴已经说了很清楚，这件事背后还有更大的黑幕，咱们为什么不查？你不觉得可惜吗？当然可惜，但是没办法，丢卒保车嘛。欧阳，我还能招之即来。不过，按停职留薪处理。欧阳，小姐，是他叫您来的吗？不是。对，做领导的，就是得有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的风范。居先生。盛夫人找过欧阳彤。对，啊不不，你先安慰一下他。哎，好，就这样。哎，欧阳，
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小事，不过它是真实的。一进局子的第三天早上，我看着他一个人在报社的院子里，也不进来。我说你干嘛站在这儿？他说，这个院里没有了后阳这小子，好像少了点什么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现在在这儿，会让他更不舒服。你真舍得走。表姐，您就别劝我。什么事？你不是一直很欣赏他吗？鹦鹉中心下来了，报社又要合并，这么得力的人手，你就舍得放弃？咱们的外汇额度什么时候下来？还在等，可能还需要一个星期。哦。我们报社的外汇额度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多啊。1000万不多吧？这1000万可是美元啊！我们购买瑞士最先进的 MT90 的印刷机，也不需要这么多外汇啊。嗯，这个你就无需多问了，好吧？算了吧，覆水难收。由他去吧，就一点余地都没有吗？按老板的处境和他平时的性格，决定了他不会吃回头草。好，我先过去了。哎，文明，你不会因此而丧失信心吧？什么信心？对报社吗？我只是觉得挺遗憾的。其实我们已经为冯万新的这个案子后续报道做了很多的努力，而且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。也许我想的太多
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您太客气了。哎，你现在不在时报了？我在那边干的时间也比较长了，想出来换个环境。怎么样？你们这儿？哦，正缺人手呢。不过就怕我们这庙太小，供不下你这尊大神呢。明白了，还是不缺人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真的想来啊？我们这儿的情况你也看得出来，你来我们这儿享受我们这里的最高待遇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广告可以提成啊。我们这里的广告提成比例肯定比时报的高。拉广告也不是我的长项。行吧，没关系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我明天就来上班。还有一件小事我得事先跟你说明白。啊，您说。我们的报纸每一期出来，每个记者要拉三条广告。我自己写文章我还得去拉广告，我们也没办法。盛夫人来了，请。居先生，你是终于肯露面见我了。盛夫人，前段时间我在香港听说你找我，所以马上就赶过来了。我对盛先生不幸此事痛心疾首啊。人都死了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哎，盛夫人怎么这么说呢？找你，你躲着。找林霄明，他跟我打太极拳。行啊，你们啊，真是人一走茶就凉。喂，欧阳彤吗？我正在跟朋友谈事情，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诉你的。啊，过一会儿再跟你联系。好，那我等你电话。盛夫人，何必把事情闹得这么大呢？有什么事情都好商量的。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我也想好好过日子。居先生，我们家老盛除了在冯万兴的案子中帮了你那么大的忙，冒了这么大的风险，你在国内的其他项目也没少帮你啊。问你要点安家费不过分吧？哦，我会去新西兰找我的孩子。以后我们谁也不认识谁。我知道的事情闭口不谈，绝对说到做到。好。卖鱼来了。慢点慢点。哦，好啊。哎呀，北新啊，你呀，真有福。我想向您推荐一个人。谁呀？欧阳彤。这件事你就别再提了。林霄明的人，我怎么用得起呀？您不是说咱们现在晚报办成这个样子，
就是苦于没有人才嘛。晚报办成什么样子了？晚报也是堂堂正正的大报，行得端，坐得正，不投机取巧，不偷奸耍滑。这个欧阳彤啊，整个一个小一号的林晓敏，年纪轻轻的就不可一世。我们晚报的风格啊，是有儒雅之风的，我看算了吧。爸，但是我觉得欧阳彤真的挺有才华的。我不否认他的才华，可他刚进了局子是不是闹出这么大个动静？幸亏是林晓明财大气粗啊，要是在我手上非要了我的老命不可啊。而且我也是快要退的人了，何必晚节不保啊。爸，您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哎，你就记得这么一句话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有再好的功夫，你也得有一个施展的地方。哎，可是你说那都是些什么地方啊？你说你也是，你刚直不阿，你铮铮铁骨啊你。好好的，你干嘛你辞职不干了？我觉得林老板有问题。现在看出有问题了吧？看出来了吧？我当时怎么跟你说的？你现在惹得一身不是，谁还敢要你啊？哎，你怎么知道你们林老板有问题啊？我也说不清楚。反正我告诉你们，过两天关于冯冠新的案子，我还有更大的料要爆。又是泰山告诉你的？不是，是盛国能的前妻白玉琴。行了吧，啊，前妻也是夫妻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听说过吗？他能接他前夫的短？呀，你省省吧，欧阳，到一些小报编点什么征婚启事的不丢人，这样安全。我哪儿都不去，我自由撰稿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街上的野狗。那我宁可当野狗。欧阳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再管你的事儿。哎哎哎！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。你俩是过来说事儿的，还是来吵架的？北星，我现在倒是觉得透透的压力挺大的，你还是替他想想吧。我不是不替他想。是啊，北星，别把担惊受怕理解为柔肠寸断啊！不管怎么说，成天家让女人提心吊胆，那不算好人。独行大侠，做独行大侠是需要成本的。欧阳啊，你怎么踩着竹签拼劲？还有什么千古文人侠客梦？我又不会吃软饭。你这话说的就软弱无力。那我该怎么说？我养不了他，我跟他分道扬镳行不行？露怯，露怯。欧阳，我也不跟你争执，这样吧，你到星报来，那会儿我说了算。我不受劫来之时，我现在还没沦落到要当狗仔的地步。你怎么就没完呢你？病态自尊。姑且做权宜之计吧。
你也别太意气用事。我不是意气用事，我是认真的用大脑思考问题。别的姑且不说，就说我跟他俩人那狗脾气，我要是到他那儿去上班，我不天天得穿着防弹衣，戴着钢盔，那才怪。